你以为我在摸鱼 ？No， 这是死神躲猫猫，只要我躲在死神身后，他就肯定发现不了我。这就是视野盲区。伦伦，你躲躲躲，能不能把头藏好？你头都露出来了。啊？露出来了吗？哦，那我进去，你就当没看见我吧。既然这样，我就饶你一命吧。啊，不是吧，这都行？那我也露个头，你也放过我呗。我也露了，我也露了。喂，你们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小儿子，你看死神身后有什么？那你，救命啊！让你嚣张！啊，这队友可真坑呀，臭汉堡！今天我必须抓住你！他们都不抓，偏偏抓我！谁让你先打呢？好啊，汉堡，你完蛋了！时间到了，死神让你三根死，岂能留你到五根？汉堡，你借我小王子的复仇吧。哼，小王子，我躲的地方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抓不到我的。话说这位女生，您在这里干嘛呢？还有那位露头的少年又露了啦，那我往里面搜一搜。啊，死神好可怕好可怕啊，我死了。那也行啊，吓得腿软了啊，好可怕呀，我死了。赶死人只带走活人不抓死人啊，这也行？辣条，你这么嚣张，你当本死神不存在呀？哎呦喂，真可怕喂，就那那啊，我死了。不就是死神吗？看给你们吓的，胆小鬼。哎呀，这是死神，要不我也死一下？不是，你们都这么容易死的吗？算了，我的目标是汉堡，你们演好点吧，不能让汉堡看出端倪，不能让别人觉得我针对他呀。他们死在上面了，莫非汉堡也在上面？啊，没有啊，不是，你们太嚣张了吧，都不演戏了呀？还演什么呀，开心开心。哼，小王子，你针对我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不也针对我吗？我这叫以牙还牙。哼，反正你打不到我。喂，嗯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被找到。